时唱完，高额连线，爽度爆表，全台第一聚宝彩金，下一个彩金富翁就是你，立即下载聚宝 online。你要刮刮乐是不是？你是胜利女神吗？我是刮刮乐之王。好，那你选一张吧，你选一张。这张是多少钱的？200块。好，帮婆婆买，再来一次。去换啊！胜利的前兆，可以吗？胜利女神吗？你是不是胜利女神？又像又不是，可是我是国小的，国小的胜利女神。有没有照？你自己看不看得懂？你全部刮完，然后我来看。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就只想刮而已。好，啊，你用力刮哈，你努力刮，用力刮哈。你刮不了是不是？有点。那我帮你刮，帮我拍。大魔王来了，小帮手来了。300，胜利女神，你中了300。好厉害呢，中了300，200中300。哇，这么厉害哦！还要玩吗？我再给你玩一张200的吧，200你再选一张。好，先刮这，你刮这里就好，刮这有中就有中。这是我们原本的，中这里300块，谢谢。嗯，最多100万。哎，最多100万哦，我们要不要工作就靠你了。哇！我们帮10万给婆婆，快点！哦，加油！加油！中了！必然！真的啦！中了啦！看多少钱？真的啦！中了！真的啦！多少钱？200，没来赚100。没有啊！这200赚100啊！刚刚300啊，两百。300又200，500了呢。但是我买东西花了400啊，所以赚100啊。连靠！怎么那么夸张？上次就应该把这个刮刮乐给拍起来。他上次中吗？上次中3000哦，对耶，上次中3000呢，对，还有一次6000呢。这张，第二张，这里中200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好笑，我在录影。还要玩吗？总共500了，还要玩吗？要，玩。中三回啊！我跟你讲，还是你玩一张100的，随便你抽了。随便，这里全部随便你，你选自己选，你想要选什么就选什么。哦，他那只小老虎。好，你可以连过三吗？通常讲事不过三呐，哦，我也是不太相信你可以连过三呐。你连过三，就带你去帮我灌串那个运彩好了，觉得怎么样？应该是两个，好看一下啊，哦，这老虎就有钱。哎，欸，中了！屁啦，屁啦！哎，谁给我放 BBQ 啊？我在刮刮乐，哪里给我放 BBQ？ 哦，好扯，好了好了，你过了三个了，我觉得你运气差不多了，收手 OK 吗？听到 BBQ 了，有人放 BBQ 了，就代表我们不能再玩了 ，OK？ 开心吗？好谁给我放 BBQ？ 我100块可以抽50万呢，欸，我傻眼呢，欸。还好已经选了，已经刮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那给我刮到一半，给我放 BBQ。加班啦！没有理你呢。哇！哇！去买，去买，去买！太大了！哎，欸，你那个水在飘啦，拿低一点啦，不要泼到人家。哎，老子，100块，100块而已。你要玩吗？你要玩吗？这样丢上去哦，丢高一点哦，啊，丢很高哦。可是他们都跑到那里去了。有有有，用刚刚真的有接到，欸，哎。没事没事，哇！来来来，哇！往上抛，哦，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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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们接到了接到了，我们现在上面很危险呢，都是。小飞还要玩吗？哦，接到了，接到了，拍不到啦！哇，掉下来了！哇，接到了，接到了吗？我不知道。来来来来来，往上啊！好，对，往上。哇哇哇哇
哇，好帅哦！啊啊啊啊啊！这画面好难得哦。哎，我掉很高哎。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哎，这另类的玩法哎。渔港的新玩法。100块获得五分钟体验，不错。获得了众人的乐趣。原来渔港也是挺好玩的，小朋友不会觉得渔港就只有臭而已。躲在这里干嘛？我不是妈妈，我是毛怪。对，我是毛怪。我是毛怪，还是毛怪的小孩？洗澡了。毛怪不用洗澡。毛怪要洗澡。小毛怪不用洗澡。毛怪要洗澡。毛怪不用洗澡。毛怪不用工作。臭死了，全身都是毛。这也是毛怪家。对啊，不洗澡。你是人呢？你这样，我要叫大只的跟你来讲。毛怪攻击。快点去洗澡！小鹿，小鹿，他明明就跟你一样大只，为什么打不赢你啊？跟你又胖啊，你就比你还要大。我攻下盘，快！旋风，旋风，旋风，快点！干嘛？好早哦，早起工作没关系，可是早起运动觉得觉得好累。这才不是早起运动，而是早起送小朋友。本来就不是要去运动，本来就应该是要送完小朋友再去运动。这什么奇怪的人类？平常那么早起床都是赚钱。我跟你说，你等一下现在是在花钱。你听我说，你动完之后，你的精神会变哦，真的会变，变很有精神。每天早上都很有精神。没有。并没有，你每天早上起来都这样。这是年纪大了有小病，你那是年纪也大了，年纪还没到肚子就大了。年纪也大了，谁的是谁的？走啦，运动啦，好累哦。啥意思？